那个我一般就是捞不是垃圾，什么方便的呀，什么也矿区这边呢，这些垃圾，所以我讲的也就选的漂的垃圾我们都捞。上岸你必须要上岸的，这个长江拉过来讲，我个人的看法来讲，最好嘛，近一段时间，近个十几年啊，长江里面鱼类啊，或者各种的鱼类啊，应该它要好一点，要多一点，你不能进铺，进铺，铺上来的长江里都没有鱼了。